深受神徒爱戴，被奉为教主的 Mira 成员 Anson Low 卢汉廷跳唱有几劲，唔使我多讲啦。早前佢推出新歌《Hey Hey OK》，佢趁机就喺网上发起跳舞 challenge， 不断邀请圈中入边嘅好友歌手一齐跳新歌嘅招牌舞步。而接受挑战嘅包括有谢安琪同埋佢女女，仲有唱作歌手冯允谦，仲有梁博士 Serini， 唱作天后陈雷，仲有 Mira 嘅队友阿 J 柳影婷同埋女团 Cola 嘅阿 Mark， 个个都跳得又玩得开心。但系更想不到的是，最新接受跳舞挑战的竟然是演艺界的猛人阿姐郭明荃，连阿姐都请得肉，教主的魅力真是不讲得少，千万不要以为阿姐只是懂得唱粤曲做大戏，她和 Anson Low 一起跳的时候竟然完全没有甩别，而且还表现得非常生鬼，和教主擦出火花，效果非常有喜感。所以短片上载短短两日就已经录得超过 5.5 万人派 like 激赞，而且 Anson Low 亦都相当之识做，主动帮即将开 show 嘅阿姐打气添。而阿姐虽然平日俾人嘅感觉都系好认真同埋严肃，但系其实佢绝对比你想象中更加玩得噶。无论系佢经典中嘅经典，1990年 TVB 台庆唱热咖啡，定系近年同福禄寿一齐又唱又跳，都系完全估阿姐唔到，原来佢咁调皮噶，真系抵佢红足咁多年啊！